很晚才走在一起，余生还有很多的好光景，余生请你多照顾。我的幸福就是和你在一起，我爱你。Kira 感动地将林志玲拥入怀中，献上一吻。2019年世纪婚礼超感人，结婚两年多，终于有爱的结晶。可爱的小手指浮在两人的食指上。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31号po出一家三口的合照，顺利生下宝宝。志玲姐姐开心地说：“终于等到小天使诞生到我们家，希望在美好的一年开始，和我爱的每一个人分享喜悦。”阿 Kira 则po出中英日文对照，欢迎宝宝到来，谢谢大家总是给我温暖的鼓励，今后会更加精进自己。我是志玲姐姐，我要祝你13周年生日快乐。林志玲和老公阿 Kira 结婚后长期都住在日本。47岁林志玲一直很喜欢小孩，去年11月曾 po 文感谢母亲，感谢生命，感谢每个奇迹，所有美好都来得刚刚好。去年一整年几乎没有公开的活动，选在除夕夜公布好消息，让不少粉丝又惊又喜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一起幸福。三立新闻李文生、张启云台北采访报道。